作为队员，这都是应该的。OK。沙哥喜欢那首王心凌的《爱你》，我跟你突然在那个盆里。爱你是不是？真假的？轻一点好不好？我们文明一点。我不一定能踩得着。干啥？沙哥跳的小红帽吧。没开始呢，这吓唬人了。哎妈！你好好叫呀！我觉得沙哥可能有点问题。哎，他还蛮快的呀、他那么想赢，怎么就这么想赢？是不是？他好努力，对他好努力，平时不这样。请准备。这啥？这是哪种舞呢？我们猜呀猜。哎呦！老年机器人，老年机器人，妈耶！哈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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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去哈，在广场那一片我还是挺有名的，霹雳舞王老沙嘛。你怎么什么都会呀、啊？很演歌喉。绝了，哪一首歌你都能跟着唱两句。今天的挑战是看你们放不放我不会唱的歌。白鹿真的很爱唱歌，我作证。第五题，请出歌。哎呦，哎呀，这首歌最近很红的，就是我《杨千嬅》。凯歌的是吧？对。回答正确。我怀念的孙燕姿 Baby 姐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我怀念的是深长
冲动。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，Baby 姐，回答正确。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那黄丽玲，对，都是那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那是我的距离。收。白鹿，你是万年历对不对？哎呀，不公平，就不考虑我们这年龄段。来，下一题。好熟，很熟。先走过去，先去排个队。先排队。来来来来，请，请。啊，好熟啊，好熟，好熟。这啥歌？是首老歌。啊，好熟啊，好熟，好熟。哦，我是被你囚禁的，你囚禁我。哦哦哦！哎，你别走呀！那我不记得原唱。我是囚鸟，我是被你囚禁的鸟。已经忘了你有多高。应该是囚鸟，这是谁唱的来着？这好多版本。这是我十八岁的歌吗？这是那个女生的男的。女的，那女的叫啥来着？给点提示，快点的。这一分都没有的这个。以前有些什么歌？陈慧珊。陈慧珊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囚鸟，上面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点提示？囚鸟，就跟我一个年代的。哎，你答得出来吗？答不出来我来。你排下去，后面都是我们的人。哦，那过来吧。囚鸟，你不知道是谁？你瞎说一个也行啊。不知道啊，瞎说也说不出来啊。想不起来了。程琳，然后沙哥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谁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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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彭玲。彭玲。彭玲哪记得？哇，六六六。六六六，真的六六。谁的十八岁？你的十八岁。沙子的。没法玩了，这比分太悬殊了。我听歌太专一了，只听周董。只听周董。真的太专一了。来下一首啊。周杰伦，我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啊！你说再见，放下会走更远。你想想你十八岁时候的歌，还是很好听啊。哦，是那个电影的时候。对，那时候的电影。只让我们相恋，这一季的秋天。事情提起来了。哎呀，不叫歌手。啊，九妹，歌手是？不知道，这不属于我们的十八岁。这个是沙哥的强项。九妹，歌手是黄鹤翔。哇，你捡答案了。你别打我，没说，不代表我说错。李晨的十八岁，回答正确。哇、哎！我不知道这个歌手，你俩不是一年的吗？一年，所以说他说我都一样。是李晨和沙溢的十八岁，恭喜蓝队在这个环节中获胜。他们那边有两个专业歌手。谁说的？我可不是专业歌手。我也不是专业歌手。我承认，我承认。我承认，我承认。我们俩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来我。我建议这听歌可以规划到才艺部分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给你表演一个东西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躺赢。恭喜蓝队可以优先选择今天晚上要演唱的歌曲。我觉得词儿不能太多，不能太多，难记我们。那是不是就是这个好唱一点？
一千零一个愿望。这个慢。我们一千零一个发片吧。发片。我们贯彻到底，已经改编好了，对吧？人家关键今天要没有发片这个词呢，我们也可以写进去啊。我们要写进去啊，我们一定要写进去，而且第一句一定就是要唱那个发片。哦，好。来，请绿队做出你们的选择。去吧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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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两队的歌曲现在都已经决定了，那么在接下来的路上大家就可以熟悉这两首歌。你要开工曲吧。开工曲好难开工曲，好难开工曲。那我就要放我过两天要去听演唱会了。等会啊，歌觉得怎么样了？会唱我会唱的就够了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。他的调好高啊。那我不能唱了就。你不问问题吗？预计现在广南开始了，有什么感悟吗？每次来广南都很开心，很期待，但是很可惜今年秋季只能陪大家度过三期，后面要进组了。今天录制的时候再好好感受一下。听说这次有新的嘉宾加入，有没有什么就是之前几季的经验？这次新朋友他录一期他也能体会到，对，但是我们是生态片，就跟那个纪录片还是会有一些差别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祝愿他明年也再感受一下正片，希望他在华南能够度过愉快的时光，欢迎他的加入。真缘小同学，吹过一个眼泪，一个人。他当时唱，这到底是谁的偶像啊？我怎么都会唱啊？你今天这么漂亮，拍个抖音吧。It's a new pew pew pew. It's a new pew pew pew. 要去找范丞丞。你先下手的手机壳。哎，我真的画得很好哎。很好，很有创造力啊！是我大班的作品。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大班都是画在那个画本上的，然后这张纸已经有点破烂了。我这好像是90多分，我的画都是成绩很高的。我已经没有发型了。哦，昆明，秀坤啊，我今天一整个就是你回去看节目吧。就是无法想象今天我的运动量，我把那个八七的运动量浓缩成了三七。跟这个戒指别闹了，我太懵了，我现在都是懵的，懵。
的腿就是从这样变到这样，他的腿劲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。是的，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新朋友。当然啦！今天的运动量一点也没比昨天少。所有人都是这个走路姿势了，基本上就是我很庆幸啊，在有一个关于韧带的游戏上，我跟深深一样的有个人陪我。三棵树上掉下来的果子给你们摘，感动哭了。我说实话，你这个也挺像那个陈耳兔的，凌乱的陈耳兔。明天就要去看演唱会。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远在人海浮生，不愿你独自走过忧郁的时分，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间的残忍。这歌好像呵呵对我唱的。世界的残忍，有点不嗨了哦。放首歌，放首歌，我喜欢这个，好低呀、啊，前面。只有山谷中你来过，然后你走后，只留下星空。我唱不了。最后一期了，有什么感想吗？很可惜这次没有能陪完全程，然后面庆祝这段假期很少，出不来了。今天在本期的最后一站有信心吗？那个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开心就好。我们是开心第一，等一会儿干杯吧，很适合今天。我每一次刷新都要放的歌，一首干杯，一首知足，还有好日子。啊，也是啊，放好几次了。今天是复古风。你猜一下今天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主题？今天是四台小道消息。OK 了。固定环境。大的好看一点。刚开始就消了三个，然后我们是非常得意。我这样，我来这儿三四季了，那个手机那次，以往都是躺赢的，怀念我当会长那次，因为我太累了。
现在你们没有办法想象，我做个特效，你管出效的特效。现在吃。干嘛？给你的本季的杀青。小萌吗？亚军的小红花。谢谢你，拜拜，这一季结束了，打板。3、2、1，走。听说这一季主打一个奇幻，那就必须给大家展示一下。送你一朵小红花，开启美好奇幻旅程吧。扑克游戏，随心所欲来。好像在挑小卡，这是个小卡耶。你那是分了吧。你再挑一个我看看。我真的有那感觉了。不要带我去密室，只要不带我去密室，玩什么东西？想玩想玩泥潭啊，上一季没玩啊。And be all night， 2019年吧，来成都参加了一次活动。等一下，哎呦，快抱一下啊！那会儿就来了半天还一天，随便点了一个外卖，哇塞，好吃的要死，就是没有吃火锅，有点后悔了。主要是我的肠胃不太好，串串是串串，不怎么说的嘛，有点机能风格，所以搞了一个想搞一个 Y2K 的风格。哎，我这一季话有点多，很久没有见大家了，有点想念。好，先做了个指甲，好看吗？好看。你点头呀。整套都是新做的，是不是？还有头发。剪了个。黑长，很久没有这么深的发色了，更嫩了，换了一个深色。什么意思？是我之前显老吗？没有，意思就是更嫩了。就是这样，到此为止。And the night， 你现在就好像了 AI 啊。
三，断考吧，开工。这一套是啥风格呀？这个就是伯爵。昨天那一期，你觉得你的体力值消耗到了多少？那两只手臂现在就是说像断了一样。哇，这个好好看！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没有什么想问的了。这个指甲选的很好啊，红色的。待会儿再做吧。解释一下，这个一定要剪进去哈。每次撕名牌都不是节目组告诉我们的，工作人员他会这个衣服适不适合你运动，然后适不适合你跑步。那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猜到说可能会撕名牌。这次来这儿都没吃上火锅，什么想法？其实我的肠胃可能也挑战不了成都的火锅，我觉得。那我们一会儿挑战一下成都清淡的。真的清淡吗？真的清淡。你要换美甲吗？为什么要换啊？我对我的美甲很满意。哈哈。好漂亮的。走。就是说请尝一下，我先吃这个饺子，一会儿坨了。清汤抄手。好鲜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冰醉豆花。没有那个意思啊，因为我是咸豆腐脑派，我从小就没吃过甜的。哎，竟然还可以！那烤肉是甜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啥面来着？后期打上毛味吗？凉面加凉皮，先吃什么凉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豌豆饼。我是 OK 的，因为炸酱面里面不是会有豌豆吗？我就很爱吃。吃火锅必点一份红枣子吧。好吃。这什么？大红枣。我爱吃土豆丝，我吃了土豆丝。这个会好吃一些。它里面的配菜是有味道的。那这几个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？那肯定是冰粉嘞。冰粉是我的最爱。听你的前三是？第一名冰粉，第二名甜水面，第三名抄手。今天录完，明天就要离开成都了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来成都。可以戴这个吗？我不一定要配什么，这个金色的呢？哎呦，
清澈的双眼，他挺可爱的。If I can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girl，不如不要了。今天是山的菠萝，黄色的。今天这一套是啥风格？是啥风格？浅黑风格。还有更小的吗？没有，这个可以。一看就推理，那你有信心吗？没有，我的短板。那你应该立 flag 今天。我有信心让大家早点下班。就是，好，你的观点是 OK。那我们等会儿就出发了，去拍海报。小胖手戴得上吗？
还行。没有什么视频，只有15可以给你。送你这个，要不要？要。没记住，马上下一遍就。我先倒计时，我练一下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啊，好了，过了。我的心砰砰砰砰砰砰的叫，爱上了你侧脸，你的眼，你的每个表情，忍不住靠近点，再近点，闻到你呼吸，想见你在今天，在明天，忘却所有时间，身旁有你是我许下的心愿。后羿还是天蓬元帅？后羿吧。你现在体力值恢复到多少了？对。走路还是很困难。嫦娥有什么代表的 OST 吗？称吗？我什么只能想到那个。说什么？你没有这样夸吗？点了。前面这跟谁是一对呢？我不会。我现在，哎，我很想。
很像在要开演唱会。没带口蜜后老好看，对，这样行吗？不好意思。哎，这个好可爱。就已经消肿了呢。昨天晚上水喝少，今天浅浅的搞一个释放。有工作人员说只要不是两个面子，什么都可以。没有啊，我觉得很好看。我们来一个泰国特别版的慷慨打扮。对吧？快讲话。叶青，抖音工，平板头，漫步，土土车，因为玩的，沙滩海边。我们现在其实就住在海边。那多拍点 vlog 吧，布灵布灵，看像哪边？等他两个辫子，因为我有一颗少女心。沙爹也在那里说，我觉得今年好像尤其过得好快。我也感觉，我感觉一下子这一季十二期啊，我明白为什么了，因为我们有两轮是录三期，所以就会觉得过得很快。然后之前一直说想玩的名牌也玩到了，体验感怎么样？挺好的啊，非常开心。那天非常非常开心。那还有其他想体验的游戏形式吗？基本上都玩过了吧，
今年没有玩飞椅，虽然挺害怕那个的，但是我们也在泳池上录了一趴，就还好，想玩就玩就玩。其实你有说飞椅是自己的弱项，然后一整季下来，你觉得有进步吗？有啊，前天过那期不开心吗？但是他推理在整个正片里面就是占比也不是特别高，就是偶尔不太聪明，其他可以吧。这一季里面你觉得自己最高能的时刻是什么时候？有很多精彩的瞬间，你是说哪一个呢？最高能可能就是前天就是识破了我自己和贝贝姐那个吧，用我的第六感。最温馨的时刻是什么时刻？很多时刻都挺温馨的，刚才大家在那里录 ending 感言的时候也挺温馨。最窘迫的时刻呢？哦，最窘迫是一晚上坐在两个 Joker 中间的那个被骗了一晚上的那天。真好吧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的快乐源泉，虽然觉得可能会有些运动量会有些大吧，但是还是很开心，就每次想到要来就很开心。最大的收获，收获了快乐。然后这一次也说关了，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路人们说？对，每次在录制跑男的时候，现场都能够看到很多，来当地的也好，来自各地的路人们，就非常感谢大家。刚刚收工的时候，还听到很多泰国路人们的呐喊，很感谢大家。也能给我到很多力量吧，嗯，我就是希望以后还能一直带给大家快乐，一直跟大家奔跑下去。那我们给这一次打个板吧，奔跑吧第十一季收官啦，拜拜。白鹿奔跑吧期末考试答卷人：白鹿。一，角色卡属性认证，机智指数四颗星吧，谦虚一下。算了算了，三颗星吧，再谦虚一下。战力指数一颗星，战力不行。闯关指数啥意思？通关。游戏我倒是还行，那四颗星吧。爆笑指数五颗星，这五颗星给你给少了。是吗？再加一颗。谢谢。遗憾指数没什么遗憾，其实一颗星吧，一颗星给泥潭，嗯，因为我挺想玩泥潭的，但是没玩。因为咱算了，两颗星吧，还有一颗给飞蚁，飞蚁这一季也没玩。二，一些个问答题，自己觉得第十季的最爱名场面，我想一想啊，我觉得是就是抢凳子那个。一下抢了四个。第十季给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游戏，那必须是纸阿板，跪了一下，缓了六天。第十季最糗名场面 ，Big Big Grow Up， 张大大，白鹿的脑回路，收官语 and 感慨，很言简意赅。这一季录得非常开心，第一次作为正片的常驻，希望给大家带去了很多快乐吧。我的目标就是给大家带去快乐，以后会继续努力的，把更多的微笑 smile 和快乐带给大家。奔跑吧第十季白鹿打板，拜拜。这是十几天话，这一下下，我们还有这样的路。这一次整个综艺有没有什么目标或者想法？没有什么目标，目标就是希望大家看的时候能够开心，能让大家心情愉悦就好了。因为在一个弱项就是狼人杀这一趴，得到了一点，找回了一点自信，还是比较满意的。我自己反正挺开心的，别人开不开心我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我不拍 vlog， 是你举起了这个相机，是吗？你背着这个腿真好。
过你了，是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哇，我喜欢美女。快点，验一下。Hello 一下嘛。哎呀。嗨。验我怎么验？开锁，开锁是哪里？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，感恩。谢谢大家喜欢看《奔跑吧》，以后也要继续支持《奔跑》。《奔跑吧》第十季结束了，来录打榜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好欢心的
往前飞，就算有一万公里一吨行李，我们不放弃，前进需要勇气，一直往前飞，最重要开心就好，忘记烦恼。遇见了谁自己分辨，原来是横练的后反练的，是不是偶尔过不同的电话号码，多试几次总会回答，在运动会为你双前，来听听成果吧。紧张的心跳快要当嗓子眼，又不想被你发现，哦，你总说我可爱的像猪八戒，我们的快乐像童年，总是在大眼瞪小眼。遇见了谁自己分辨，原来是横练的后反练的，是不是偶尔过不同的电话号码，多试几次总会回答，在运动会为你双前，来听听成果吧。紧张的心跳快要当嗓子眼，又不想被你发现，哦，你总说我可爱的像猪八戒，我们的快乐像童年，总是在大眼瞪小眼。疯狂的每天全来在一呀一呀，请换着我去买，在一呀一呀，你漫步走过来，沿路的风景被抹上色彩，在麦浪里晒下我们的爱。最后一起打个板吧，这一期非常幸运，感谢嘉宾。
get 到的新的技能就是学会了包扁肉和蒸饺。这一期奔跑吧你印象最深刻的游戏是什么？印象最深刻的可能还是那一期，就是沙县的那一期，一个大富翁的游戏，因为真的用尽了我所有的体能，花光了我这半年的运动量，这印象还挺深刻的，因为我们一直在来来回回的去休息室。最惊喜的时刻是什么？我觉得最惊喜的时刻就是，跑男给我们准备了，给我跟深深两个人过生日吧。最欢乐的时刻呢？其实跟兄弟团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挺欢乐的，做每一个游戏的时候都很开心，只要跟大家一起去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很快乐。你的高光时刻是哪个？我觉得我这一季手气挺差的。然后高光时刻可能就是我以为我还会抽一个归零，结果没抽到，这应该就是我的高光时刻了吧。等这份花絮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奔跑吧共同富裕篇就完结了，你想对粉丝和观众说些什么？就是谢谢大家喜欢奔跑吧，然后谢谢大家喜欢我们兄弟团，可以打开我们的节目收获一些快乐，积极向上，正能量。2023年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叫做节奏大师2.0。节奏大师 ，baby 是节奏大师啊。节奏大师，我不太行啊。我也不太行，我不太行啊，我害怕。动动哦！你是节奏大师啊 ，baby。你是真正的节奏大师，我名副其实。好害怕。请挑战没有音乐的节奏卡点唱歌，歌曲播放中途音乐会突然消失，请将歌曲节奏牢牢记住，并努力卡住原曲节奏，在相应位置唱出最终歌词。哦，歌词最后一句如果跟原唱的最后一句误差秒数在0.5秒前后，那就说明挑战成功。是哪个卡哪个字？第一个字。对，第一个字。两两一组出战，每一组有两次挑战机会，必须有四组全部完成才算任务成功。不是啊，8:30我爹没赶到，可不是我的事儿啊，是他们的事儿啊，他们的百般阻挠、啊、他真太难了对我。那我就在这儿把歌唱了算了。我觉得是这样，把所有强的都分在一起，对，把强的都分在一起，把弱的分在一起。那他强，深深这都歌手，白鹿也可以，白鹿也行，女团没成功的，忍耐外边人员。我们把强的归在一起，这样他们赢的几率更大一点。因为毕竟，因为今天毕竟8:30，我还是想看一下这个的，真的还是想看。当然了，太想看，全球首发嘛。大家决定第一组出战的两位，咱俩来啊，咱俩来，咱俩白鹿先来，好，他们俩先来，高手先来，高手先过过招，高手不要给我立 flag， 就给我跪倒。我们给两位出歌单，是怎么有点 KTV 的感觉？先哪个？大鱼，不不，大鱼很太慢了，很难踩中。我没一个会的呀。哎，红日你会吗？红日，明文遭勋定不会劳累，明文遭勋也不是特别熟。征服，征服你会吗？柯然，哦，征服我不会，征服我也不太会。哎，把征服给我留着啊。那咱俩唱征服行吗？那你俩唱征服，我俩又一组，根据歌征服。喜欢你，你会吗？谁的喜欢？陈洁仪的，可以啊。那喜欢你，喜欢你吧，喜欢你，喜欢你，喜欢你吧。好，第一组成员挑选的歌曲是陈洁仪的《喜欢你》，请出歌。喜欢你，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无。
你俩这差的老大了，你俩这连合唱都达不到啊！完了，芭比妞啊，芭比，我唱快了好像，我不知道。那我们先看一下白鹿的回放。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心中言语。我慢很多吗？我慢非常多吗？挺多的，挺多。你慢了半句。白鹿快了0.2秒。哎，算吗？那成了，在0.5秒以内。可是我，我们来听一下周深的情况。听一下专业歌手，专业歌手的节奏。你这慢了，这就慢了。有朝一日，白鹿在教周深唱歌。我慢了，慢了。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沉默言语。对不起，周深慢了0.8秒，超过0.5，所以这一组第一次挑战失败。这个真的好难。越慢的歌越难。算了，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摆烂了，把那舞台弄在这儿得了。他们俩都没过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我觉得深深那个是对的，他这是一种故意的一种。我有一些我自己的处理。来 ，lay back， 来 ，lay back， 请接受惩罚。哎，你这头发我觉得发了，真的更疼。好，两位还有一次挑战机会，可以再挑选一首歌。要不就爱你，爱你是比较好唱的。可以，爱你吧。好，两位第二次挑战，爱你，请出歌。我的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我们常说一点，想陪你多撑一天，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。爱你。这个应该 OK 了，这个应该 OK， 这个应该 OK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成了，这个成了，必须成了。给我都弄得我手都抖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紧张的。看一下这一组的答案，先来看周深。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我再努力憋住了。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。爱你。哎呦，难一点，应该在我0.5之内。差不多了，这个差不多，这很准了，这很准了，已经0.1，很准了，很准了。周深刚刚慢了0.18秒，在范围内是成功的。接下来看一下白鹿。要先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再少说一点，哇，你节奏好好哦。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，爱你。节奏大师白鹿这个很厉害，他快了0.01。可是我们成了，对不对？0.01几乎就没可以忽略不计了。所以恭喜两位挑战。